嘉宾，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主席黄英伟博士为我们致辞的，有请黄博士。欢迎大家出席今晚的颁奖的典礼。艺术发展局得到政府的支持，每一年是推行很多很多的项目，这个财政年度是特别额外拨款3000万给我们支持中小型的艺团的发展。我在这里可以保证大家，这3000万一定会落到需要的艺团和艺术家的手上，我们不会用来做行政的支出。咁跟住落嚟，我哋要邀请我哋嘅主礼嘉宾，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我哋支持。首先，我衷心祝贺所有得奖嘅艺术家、艺团、学校同埋机构。喺呢度，我要特别恭贺今年获得终身成就奖嘅陈福礼先生。陈老先生喺华人摄影界地位尊崇，深受敬重。他將中國傳統美學思想融入西方的攝影藝術，是這種攝影創作風格的先驅。中西融合不單是香港文化特色，更加是香港人的獨特優勢。多謝行政長官，跟著有請各主禮嘉賓為今晚的頒獎禮進行啟動儀式。準備三二一。好啦，要颁发我哋今晚第一个奖项，都系最高荣誉嘅奖项，就系终身成就奖。不如而家我哋一齐睇睇呢一位得奖者喺过去嘅日子对香港艺术发展嘅贡献啊！现年98岁嘅陈福礼，年轻时候离开家乡，远赴东南亚谋生。我爸爸陳福禮，他由30岁開始學影相。他當年學影相都很辛苦的，因為啲人覺得是卑鄙嚟嘅，唔多肯教人嘅。咁甚至乎曬相啊，直情俾你跟他入去。陳福禮埋手鑽研雜感攝影嘅手法，抽取不同底片嘅精華，放大合成新嘅作品。随住经验累积，佢掌握咗黑白照片嘅色调同埋层次，作品呈现劳动阶层嘅生命力，一反当时沙龙摄影只系追求唯美形式嘅潮流。50年代因为越南战乱，佢同家人移居香港。陳老佢60、70年代影咗好多中國嘅風光，咁呢啲作品咧係融入咗佢好深嘅一種藝術修養。1959年，陳福禮重返闊別多年嘅祖國大地拍攝，深受中國壯麗山河所感動，啟發佢將中國畫嘅畫意融入西方攝影技術。當時中國嗰啲攝影家仲未成長，仲未正啱啱先至開咗個國門啫嘛，一睇見先至好似恍然大悟啊！原來藝術係可以咁樣嘅。隨後佢更同多位中國書畫名家合作，將攝影同繪畫、書法等結合，並稱之為影畫合璧。回首香港攝影發展嘅歷史。陈福礼同影友创立香港第一个华人摄影学会，又先后创办3本中文摄影杂志，可谓影响深远。半个世纪以嚟，为各地华人打开摄影艺术的大门。再次有请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再次到台上为你颁发这个这么重要的奖项。掌声欢迎终身成就奖得主陈福礼先生。
Please welcome the recipient of the Life Achievement Award, Mr. Chen Fu Li. Bây giờ này, chúng ta sẽ mời Trần Lai 先生的兒子陳京雄先生代表咧講幾句話。我在這裡代表我爸爸多謝各位頒這個終身成就獎給他，令到他覺得他的攝影成就再次得到肯定，他非常之欣慰。在這裡再次多謝各位，還有就是多謝各位渡河的嘉賓，萬二分的感謝，多謝。在這裡再一次多謝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為我們頒獎，也再一次請大家熱烈的掌聲恭賀陳福禮先生。接著有請創作歌手 J.Ari、 沙畫藝術家海潮以音樂及沙畫影像向陳福禮先生的攝影作品致敬。
掌声，快乐我来决定，我独个在人潮里，掌声。多谢掌声，多谢 Jerry、海潮同埋咁多位乐手，多谢晒。